你好啦，今日呢段片段係教點樣將部 Smart Menu 嘅熒幕解鎖畫面解翻嘅。咁首先就用廣告嘅方法，都做個 setting。然後求多個位打字，咁就喺呢度拉落嚟，拉落嚟之後。間設定，你喺設定一直拉落去，揀安全性。安全性第一項就係熒幕鎖定啦，咁揀翻滑動，跟住咧就出翻去，然後咧試下刪咗個 mon，隔幾秒先至開翻。咁樣就出現呢一個熒幕鎖定畫面，跟住就咁樣撳住把鎖一掃，就會入翻 menu 噶啦。